介绍告诉您，副总统吴敦义今天在出席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应该会在今年十月给予台湾免签证的待遇，将来民众前往美国将会更加方便。不过，虽然吴敦义今天明确指出了十月的时间点，美国在台协会今天仍然强调，相关程序还在进行当中，目前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旅展热闹开幕，除了拿不完的优惠刺激旅游买气，副总统吴敦义更是提前送出赴美旅游的大好消息，十月赴美免签有望了。今年十月的前后，美国应该会给我们免签，这样的话我们出国旅游更方便，更受尊敬。吴敦义首次具体透露出赴美免签的明确时程就在十月，旅游业者也早已摩拳擦掌，准备抢攻这至少增加三成的赴美旅客。询问度很蛮高的，但是大家都会希望说能够等美签过之后能够节省一笔经费。不过对吴敦义指出的时间点，为尊重美方的权责，外交部低调不愿证实。而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也强调，开放台湾赴美免签程序仍在进行，没有确切的时间表。但是我们一直说我们就是没有一个时间表，国土安全部的部长有权力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是他什么时候做出决定还言之过早。美国是在去年底宣布将台湾纳入免签证的候选国，今年初也已经派遣国土安全部人员来台考察，而马总统以及外交部都曾乐观预估赴美免签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可以完成。副总统吴敦义25号更是说出明确的时间点，也让国人期待免美签过关的机会越来越大。记者林权、吴家宝台北报道。